广东制造勇冠大陆，延续二十年生产总值拿第一，想迈向制造强省，面临转型升级新挑战。广东经过30多年的高速的增长呢，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转型期，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阶段。一带一路等于给我们转型啊，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。 建立“一带一路”，广东积极从劳力密集转型高端科技现代服务等创新产业。目前有26000多家台资企业的广东，也希望进一步跟台湾合作。我希望我们跟台资的合作能够上一个新的层次。台湾还有很多好的资源，是可以填补加工贸易逐渐退出之后留下的发展空间的。 广东省长朱晓丹表示，珠三角配套措施无可替代，鼓励台商就地转型。同样位居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福建，更是台商登陆的滩头堡之一。两岸一家亲，闽台亲上亲，好极了。两岸好交情从拥抱看得出来。福建既是一带一路重要大省，又有自贸试验区，都对台湾敞开大门。我们两岸的这个。 共同的发展，对于和这个沿线国家加强交流和合作，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福建期盼跟台湾深化合作，借由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携手进军东南亚。记者李烈芳、林信宪，广东福建采访报道。